我有一次在台中的便当店看到老头，那个是别人吧？你看错人啦！我多久没有去台中了？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敢保证，我大概这一年的期间内，我完全从来没有去过台中。你也知道，老头是一个肥仔啊，那肥仔要怎么去台中呢？对不对？那说不过去吧，好不好？好啦，我们现在开始来提升一下好感度啊！什么？又要我跑一群巨人当中，饶了我吧，拜托！不要耍任性了啊！我们要攻略他，要提升好感度，你知道吗？我们要有一种就是以他为立场啊！我们为了提升好感度拿技能，所以说我要选择。我来保护你，哦耶！有没有这样就了了？是不是？哎，有没有新东西？我记得我的材料一直都没有办法强化我的装备，我就好难过。你刚刚一直资材不足，哎呀，那些材料到底要怎么打？我都已经27000了，哎，还不让我做升级啊？好 gay！ 我也直播，我也是在家看到老头直播。你在讲废话吗？啊！但是我呢，身为士兵，只能做听命令的是吧？啊！我记得，我想起来了，我们现在还在吉他老伯嘛，然后艾伦准备觉醒嘛，没错。啊，准备要把墙给堵住了。嘿，你好，小明安安，修明，老头有没有去过马来西亚？没有去过。老头你好，在老头你好，帅老婆你好帅。怎么突然变老婆了？你在间接告白吗？啊，老头，刚直播，我现在刚直播。哎，好，开始啊，吉他老婆。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咕噜咕噜魔法阵》啊？我觉得还蛮像的。哦，声音超大声的，有没有？トロスト君奪還作戦に。这感觉像是在那个线上游戏尬广，有没有？尬广跟上。エレン・イエガー訓練兵を紹介しよう。彼は我々が極秘に研究してきた巨人化生態実験の成功者である。答应我的告白嘛？好，我接受。巨人と化した彼は全門付近にある例の大岩を持ち上げ、破壊された扉まで運び。あ、准备把门给毁门毁掉的门前给堵住啊！彼を他の巨人から守ることが諸君らの任務である。任務である。嘘だ！人間兵器なんて嘘に決まってる！ここで死ねってのか！我看不会打，会不会挡游戏画面啊？哎，不会。不会就好了。反逆者ども、今この場で叩き。わしが命ずる。今この場から去る者の罪を免除する。巨人の恐怖に屈した者はここから去るがいい。そしてその巨人の恐ろしさを自分の親や兄弟、愛する者に味わわせたい者もここから去るがいい。我不要再隐瞒了，我觉得超大金句的。ダメだ。家族だけは。敢林北才是超大金句人，好不好？你在那边。もしウォールローゼが破られれば、もはや人類は生き延びられん。我也是。私もまだ怖いです。でも。啊。逃げ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ね。第一人称视角。我々はこれより奥の壁で死んではならん。どうかここで死んでくれ。真了不起啊，吉他老伯。これより、哦，开始了。奪還作戦を開始する。我有好多，变快了，变快了，有没有变快的感觉？喂。伤。したんだ。ここで僕が
わけにはいかない。要干嘛？是什么？望远镜啊，对巨人展开炮击。第一次炮击，哇，这个被炸的好好笑啊，还蛮好笑的啊，我觉得。啊，原来是另外一边啊！哎呀，真的是。巨人が進んだ分だけ、人類は後退を繰り返し、領土を奪われ続けてきた。しかし、打不到。この作戦が成功したとき、人類は初めて巨人から領土を奪い返すことに成功する。その時が人類が初めて巨人に勝利する瞬間である。死ね。喂，为什么？哇，怎么强啊！这个巨人，他居然知道我要从上面攻击。为什么动不了了？为什么动不了了？哇，我原来卡在靠背，还有这回事啊！喂，喂，救人哦！卡在那个建筑物里面，你有没有看过啊？啊，这个游戏，我能说什么？妨碍风化，我要以妨碍风化的罪名逮捕你。我瞄错边了。没有瓦斯罐了，也太容易消耗完毕了吧。好变态的肥仔。我们先去救前面那个傻小啊。好，先去救他，先去救他。不知道阿尔敏可不可以加入啊。哦呦，阿尔敏已经加入了，抱歉。好，想说带着他，我看到阿尔敏了。呀！助けて！哎，你也卡撑！放开我的阿尔米！すみません、これで任務に戻ります。躲躲躲！急いで前線に向かう。后面的武器可以附魔、哦。一代好玩点，一代的话比较真的像是在割草啊。这一代的话有太多要素存在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啊，很爽快的割草。一代跟二代还是有稍微有点落差、啊，可惜了，可惜了，好远哦！哇，那跑好快！来来来！何もできなかったあの時は違う。行くわよ。重骑。余裕余裕。帮我们约翰开路啊！哪时候出第三季？你问动画公司啊，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就要问动画公司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今年的，绝对是今年。砍，乖，真听话。哎，为什么对不到？哦，可以可以。
殺下喂唔係喔係死人喔、哦、哇感謝你有效逃亡明天会再拍方舟吗我不知道欸唔知卖萌你越问我就越不想出了谢谢卖狗本啊大家都没事别死啊接下来干嘛啊进入动画了战略即将开始。今見える限りでは巨人はいない。ここだ。行くぞ。哦，这边帅，这边帅，我很喜欢这边的那个这边的张力，我喜欢这边的张力。这边超帅的。K。呀！哇，帅气！眼睛发绿光，你今天绿了吗？戴好戴满啊！人間の比率で考えれば、あの岩を持ち上げられるとは思えないけど。私たちを導く強い力がある。準備要扛球球的。エレン。哦。其实我是巨人的走狗。好，有没有？艾莲被艾莲其实是叛徒，作战失败了，因为艾莲是叛徒。秘密兵器なんか存在しないって。为什么名字叫老头？这已经被问到滚瓜烂熟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我爽，没有啦，就想取名叫老头而已，这么简单。先救人再说。那个是马可吗？那个是马可吗？安尼较紧啦。哦，是贝尔托特哦，我以为是马可嘞。马可应该这个时候不在了，对哈、哦。突然想到马可这个时候不可能会在，而且马可是脸很长啊，长得雀斑啊，这个一个雀斑都没有。马可替马可 QQ。吃过晚饭了吗？吃过了，吃过了。老头，你长得好像老头，没有错。据点被损毁了，为什么？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干太早。得送。好、哦，气死了。再来。哎耶。没办法这么的流畅。ここからはお前らを援護する。快点快点快点！应该看到爱莲了。爱莲正在攻击，鲁莽攻击。Hello。Hello。凶欸。可以奇袭攻击吗？我们奇袭他之后有没有那个后面就没有剧情了？后面就没剧情了，你说这样好不好？エレン、ミカサ、作戦はどうなった？エレン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んだ？その巨人にはエレンの意志が反映されてない。作戦は失敗した。会全军覆没的。
这个系统超好用的。还有你也是，你也是。啊，你搞鬼啊，你搞鬼啊！哇，好远哦！啊，瓦斯不足。原来这个这么耗瓦斯哦。我们现在干嘛？讨伐袭击爱莲的巨人，就这些吧。哇，好耗哦！瓦斯消耗量还蛮快的，那个如果用奇袭攻击的话啦。不要打我，爱莲。好，那边还有一只。OK。好了，应该该打都打了吧？还有没有巨人？好，那边还有一只。小鲁鲁。老公，你多少岁？老婆，我不知道。老婆，老婆，我唔知。老婆是老婆，我失忆症了。炸鸡鸡。私がわからないの。よけろ。二代会有第二季的剧情吗？会啊。你看爱莲北西靠自己的脸，嘿嘿。打自己的脸，其实想想还蛮好笑的。其实这一幕那时候看动画啊，我还笑出来了，因为觉得还蛮蠢的。僕がエレンをここから出す。ミカサたちはここを巨人から守ってくれ。对啊，现在要守护这些巨人，守护爱莲是不是？又来了，一起行动。後方の巨人をやれ。不要，你太烂，你只有 D 而已。把它换掉。哎呦，米卡莎，哎，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哇，才打那么一点点啊！刀片断了。快点哦！全体攻击头部！哇，血好多哦！应该是我的武器太烂吧？哇，他要醒来了！硬 K 暗暗，要硬 A 40D 把他打死。不要打他！你想干嘛？你干什么东西？吃我们的爱莲？不准你吃我们的爱莲！打头打头打头！快点快点，交给你们了、啊！来一发奇袭攻击！哇，不行，变绿色了。不要吃爱莲，爱莲不好吃。动作超好笑。再一次啊！快点快快，趁现在！哦，要解决了。我看阿莲的大鸡鸡，原来阿尔敏有这种嗜好啊，还有这个癖好，直接站在那个爱莲的大鸡鸡面前。大丈夫。真ん中さえ避ければ死にはしない。ただほんのちょっと痛いだけだ、アルミ。啊，好痛啊！被刚了。你不是说好了有一天要去外面的世界吗？
ればそこは地獄の世界なのに。他们要觉醒了。どうしてエレンは外の世界に行きたいと思ったの？どうしてだって。そんなの決まってんだろ。俺がこの世に生まれたからだ。噔！清雅，清雅，醒来了。过完了、过关报酬，我们还是没有拿到二级的材料、那个没办法升级啊。要升是可以啦，我个人觉得要升是可以啊，只是我要把我原本的武器换到最原本的基础装备哦，因为我直接跳到新装备，然后新装备需要的材料又很枯。哦，什么二级的那个木材啊，二级的铁矿啊，我们这边打到全部都不是二级的。为什么巨人没有GG啊？好问题，这个你就要问作者了。可以不要破巨吗？哎呀，算了啦，我已经懒得管这些事情了。要讲都给你们讲啊，随便了，我已经无所谓了，剧透不剧透，这个没什么了。啊！自从有人说第二只超大型巨人是谁的时候，我就已经彻底的绝望了，懒得生气了，你知道吗？看一下冷气好热。啊！其实看动画的时候，这一幕那鸡皮疙瘩掉满地、欸。这边真的超帅的。エレンが勝ったんだ。あとはエレンを扉まで援護すれば、僕らの勝ちだ。是我们胜利了！哇，怎么那预判我们胜利呢？啊，エレンに巨人を。啊，他应该是说我们阻止他。啊，我们阻止其他巨人去攻击爱莲，让爱莲去扛着这个星族贡丸啊，扛着这个星族贡丸。堵上那道门，我们就赢了。イエガーの移動を援護するぞ。あいつに接近する巨人を残らず排除しろ。こんなもので。我々の命と引き換えにしてでも、エレンを扉まで守れ。余裕ね。干什么东西？リコ班長、お願いします。やってやる。你们都通通的，哎呀，被挡住了。为什么不能拿望远镜啊？哇哦！エレンの邪魔はさせない。エレンを信じよう。きっとやり遂げてくれる。哇哦！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有！哇靠，硬哦！居然没有造成重大的伤害，是怎么回事？艾莲在那边，干，快点把他移开啊！我已经帮那个。我已经帮我们的爱莲想好台词了，有没有？干，快点救我啊！那巨人一直在旁边扒他的脸，有没有？好了，最后才是你。加油！加油！爱莲表示无奈。身上的大贡丸啊，有没有这么大一颗睾丸，吓到你不要不要的，我们该清的都清了啊。好，赌要赌了。俺たちはみんな、俺たちは、みんな、熊猫仔仔安安。それを拒む者がどれだけ強くても関係ない。どれだけ世界が恐ろしくても関係ない。どれだけ世界が残酷でも関係ない。あ、痛。
答应。秀操作，我觉得他这个游戏的张力做得不够。我记得动画的时候播的 BGM 比较好，比较搭到这个画面啊，有点可惜啊，他居然不是用那个 BGM。新的开个啊，啊，这是人类第一次胜利啊！人类が今日初めて巨人に勝ったよ。战胜了巨人了。比较喜欢看越补越大洞。哎，我第一人称视角又出现了。哎哎哎，兵长要来了！哇帅！太帅气了。可是，就算再怎么帅，你也只有160而已啊！啊，不要那么嚣张了。調查兵团回来了。おいガキども、これはどういう状況だ。ち、手の空いてるやつは来い。おいや。还来啊？哦。これは調査兵だ。壁外調査から引き返してきたんだ。この状況の説明を聞くのは後回しだ。先に壁内の巨人どもを片付けない。瞄准你的PP。はい。そこの訓練、てめえは速度太慢了。手伝え。残りのものはこっちを手伝ってくれ。好硬的家伙。差一点。成功了，巨人是无辜的。上一季操控比较好，你是说一代啊？我也是觉得一代操作性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比较不吃角度问题。这一代很吃角度啊，这一代真的很吃角度。我说真的，你角度不对就是没有伤害啊。完了したようです。壁に開いた穴は大丈夫なんでしょうか？心配ない。让你见识一下更硬的家伙。すでに駐屯兵団後兵部が封鎖作業を開始している。駐屯兵団には多大な負担をかけてしまった。力になれず申し訳ない。いえ、加勢いただき感謝いたします。我々だけでは今頃は。リヴァイ、ご苦労だった。ねぎらいの言葉なら、まずそこのガキにかけてやれ。新兵か。あ、そうは。穴を塞いだエレン・イエーガーと同じ104機の訓練兵です。エルヴィンは見た。哎呀，没什么了，没什么了。卒業したての。小事一桩，小事一桩。是你们太废了，啊，你们太废了，你们太废了。よく恐怖に耐えて。哦，不是说你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啊。本当によく働いて。包含观众啊，都是。君はいい兵士になる。と思うな。闭嘴，韩吉。趁机夸奖我，你以为我就很爽吗？不会，会有记录档吗？会啊。你最喜欢什么角色哦？其实我还蛮喜欢兵长跟爱莲，这两只我都蛮喜欢的。一代好玩还是二代啊？我是觉得，如果你纯粹想要当一个无双割草的那种爽度的话，我是比较建议玩一代啊。但是，一代的剧情没有第二季的剧情，哦。那二代的话就比较吃稍微偏技术向，跟一些战术吧，战术的运用需要稍微想一下，而不是说一股脑儿的妈乱砍一通。啊，有差有差。这 ID 让我想到大哥哥。B
兵长攻击很痛，艾莲可以变巨人。对啊，什么采掘据点为每经过一段时间就能使战斗结束获得。哦，现在连这个据点都可以升级成采集据点哦，帮忙挖一些特殊道具这样子。了解啊，这一步将会对我们人来说将会是一个点点点点点三个点。